呢、这个 project 就系、是一个福音碟啦。咁其实好想同大家分享，即系喺我信仰里边经历到嘅敬爱啦。咁所以即系好感恩。首先就系我公司俾我做呢一只专辑，仲要系俾咗好多自由空间我哋去做。去玩咯！我接到佢公司啦，即系话公司嘅电话，跟住话：嘿，我哋而家话嚟有个新嘅 project， 系一个福音嘅唱片。哇 ！Yes，Amen！ 边个啊？你都想做咗好耐啊 ！Yeah， 喺呢只碟入边，我自己第一次人生，我自己嘅唱片都冇，我第一次写广东话嘅歌词。佢会俾我嘅感觉就系、即系系好鼓励到我咯。即系俾好好好多空间你，你头先提过系咪咧？即系唔想讲以前嘅监制咧，但系即系佢系会鼓励我咯。咁我系一个好需要鼓励嘅人嚟咯。因为你自己话你自己好多脆弱嘅地方， yeah. 你所以今次就系点解面对咁多脆弱啦？佢不断鼓励咧，你就发现哇，原来我真系咁惊噶。但系当中我觉得神喺我喺呢一啲 moments 做紧一啲嘢咯，都系一种医治嘅过程咯。所以其实呢个 project 本身都系 for 自己嘅一份好大嘅礼物，甚至系重新认识自己添。